是玉立，现在是雪鹏广告的创意总监。但你知道吗？我是花了5年才进到了广告这个行业，而且进来这个行业的头两次，工作机会其实都是被 fire 的。那两次被 fire， 虽然都有同事觉得说，玉立其实表现不错啊，把我转接到了下家公司哈，但其实我的信心是被打击的，然后表现更差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广告业其实常年是加班的，再加上压力，我曾经一整年都是耳鸣的，一直到了第四家广告公司，我的生活才比较趋于稳定。但孩子出生的那一年，我发现，我的户头里面只剩下不到10万块。为了一个我理想中的工作，我其实差点连家都活养不成。那我就决定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，然后我来到了雪鹏现在的广告公司，我觉得我一定要做出点什么。6年来，我依旧把每一次的 NG 修改当作自己可以变得更强的机会。后来我们团队主导的Be a Giver， 得到了还不错的回响，然后也拿到了不错的成绩，甚至包括了 4A 的全场最大奖。这也是我入行10年以来得到最大的奖。但我其实常常会想到那两次被 fire 的经验，我觉得想起来是感谢的。因为它让我很认真的去看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也让我很努力的去想象这个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，需要什么样子的投入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也发现我必须长出属于自己的新的标准，否则我永远无法去超越旧有的时代。这个行业是非常需要创意的，但我发现我拥有的其实只是诚意而已。与你分享我的故事。